我们马上呢要请到两位好朋友来到生日会的现场为王源庆生，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俊凯、易烊千玺。两位还带着礼物来了，哇，好大的一个生日蛋糕。好，我们准备一下。好，我们请两个好兄弟推着生日蛋糕来为小源庆祝17岁的生日，欢迎小凯，欢迎千玺。来喽来喽，哇，好用心啊，这个蛋糕特别酷的蛋糕，哇塞，哇，好漂亮啊，这个蛋糕。我们先请两位跟大家问声好，好不好？小凯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欢迎小凯。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欢迎千玺。两位，这个生日蛋糕要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科普一下，它有什么玄妙在里面？玄妙其实是很玄妙的，就是非常的非常多的这个名胜哈，世界各地的名胜。就是小源，你认识哪些地方？其实这个蛋糕之前就是这个环节大家都心知肚明了，然后这个蛋糕其实也有不要拆穿，对，其实也有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哦，这个是喜欢的音乐，这个是影视。然后还有这个是火锅，这边有火锅，这边有一个，还有整个蛋糕就是我的心愿，想要环游世界，见识更广阔的天地，也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我们看到上面有世界各地的，有这个巴黎铁塔，然后有这个英国的大本钟，对不对？然后这边有悉尼的歌剧院，还有 Hollywood 的标志，哇，所以这标志着我们小源接下来会到世界各地展开他的不管是音乐还是影视的足迹，开创更多的可能。我们再次送给两个好兄弟带来的这份蛋糕，谢谢。两位手上还有礼物是不是？小凯来解释一下。这个就是音乐盒嘛，就是希望你就是像这个喇叭一样，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唱给全世界听。对对对对对，像个喇叭一样把歌声唱到全世界。千玺，其实我送的也是一个小音响，对，只不过现代化一点，然后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唱歌啊练歌都可以用到它，然后就是打游戏什么也都可以用到它。哇，特别酷，谢谢。又可以练习音乐也可以娱乐哈，玩游戏，谢谢俩兄弟的礼物。那我们就一起全场来为王源唱生日歌，好吧？来，那就允许我起个头哈。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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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小源可以许愿了，可以许个愿。好，我们让小源来许下三个愿望哈。好了，许好了。许好了，要不要分享一个两个？我希望在新的一年自己能像这个蛋糕上一样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陪着我，一直陪着王源。好了，我们让小源站到兄弟中间，我们一起来个合影哈。来，我们和蛋糕一起合影。怎么站？兄弟站一起好了啊，我们站，哎，对，好。Yes， 17岁的王源，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独一无二的时刻。希望世界各地都能够听到王源的声音。再次谢谢好兄弟王俊凯，谢谢易烊千玺今天的专程光临，谢谢。好了，两位兄弟，我们把这个蛋糕先带下去哈，辛苦。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好兄弟。好了，小源，现在把舞台交给你。